你刚叫我什么？你不姓王吗？叫大嫂。看什么看？叫大嫂。大嫂，千万不能送蛋糕，千万不能。为什么？苏阳，你砸场子来了！你是看楼主过不去，还是跟我过不去啊？楼主，对不住啊，是我小弟不懂事。起来，起来，走！虎哥，蛋糕是坤哥送的。他那时候跟我说，他喜欢我，他还跟我说。我和我弟弟都是他的救命恩人，等他洗脱了罪名，就带我去嘉城享受生活。今儿这事儿没完。您说的对，今儿这事儿没完。